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。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红人如何不喷妆不掉趴啊，由我们萌的王所提供的方法来为各位做教学。你说我先去奇人商城是不是？对，买不灭的加护，买那个赎罪圣书。赎罪圣书，看一下啊、赎罪圣书，你说买几个？建议是买两组。两组。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两组。好，我直接买了哦，两组。购买。角色肯特山平民百姓，确定。啊，重登一下啊，各位。啊，买好之后嘞？是，买好之后呢，然后你可以通常我们都要亚丁啊，或者基本上每个村庄都会有。非亚丁村庄。亚丁是好。我们现在以亚丁做范例好不好？啊，然后嘞？往右边的教堂走。教堂门口有一个赎罪的神女的、救援女信徒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点下去，应该可以制作两个东西嘛。对。对，一个是不灭的加护，一个是高级不灭的加护。我看。哦，对，然后嘞？对，然后不灭的加护就是死掉都让你不会掉趴。对，高级的嘞，不管是红人还是正义的，他都不会掉趴。那高级的是死掉之后不掉趴，而且不喷妆。哦，就这两个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两个差很多，一个是300,000金币，一个是300,000金币。真的哎。对，然后刚刚为什么叫我买两组？因为两组打开里面会有20本圣书。我现在先把它打开，对不对？对，打开。好，打开。然后嘞？打开之后你会得到20本证书。那为什么要买20本证书？是因为一次做的时候，在你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可以一次做三个。身上都没有一次做三个，原因是为什么？它的里面的设定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当你身上有一个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做第二个。哦。所以要一次做的时候可以一次做三个。哦，所以一次做三个可以死三次的意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死三次不掉它。哦。好，15本啊，买两个15本就可以做三个就对了。对，可是你如果买一个的话，你不可以做2本。你要等你死掉才可以做，再做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哦，好，了解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对了。对，这样可以。然后那个带在身上，死掉之后呢，你就不会掉趴，可是那本会不见，那个东西会喷掉，会不见就对了。对，会喷在地上。哦，喷在地上哦。对，可以捡走。所以。等于是无限循环，谁杀谁，谁就可以捡谁的书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错。哦，那以后就是一个抢书大对决就对了。对，杀了红人之后，你可以捡那个，你就赚300,000金币的意思。哦，很爽。哦，我懂了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OK， 好。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是不灭的加护的功能。好，那感谢我们的王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红利的按小键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分享消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看小金，你都会插花了。